他们又不回来了。我在想，小时候拉着爸爸妈妈的手。今年过年又不回来了。但是我内心非常渴望。我完全不知道他想要什么。心里根本就没这俩孩子，他们算什么父母，算什么父母？我爱他们，成天在想些啥？ 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触动整个社会的脉搏？开满玫瑰花的眼睛，是你的眼睛，是我的眼睛，是我们相应的身心。